风，掌声欢迎。可以可以。感谢上次的好像后续有这个机会，我们在这边师尊师尊他们开放的一个大学，然后学今天在这边学习，然后如果说的特别感觉到有什么需要，或许今天主要讲的一个题目啊是三朝的故事，那不知道说后续在这边跟大家先做一个小小的一个约定，如果说大家哎真的是有点有疲倦了，那我们不妨左眼休息一下，右眼这样子看着后续。如果是左眼真的都不行的话，那右眼休息一下，左眼看后续。如果真的都不行的话，也没关系，我们眼睛稍微的闭目养神一下都是可以的，但是耳朵要记得听好。那我们一开始说到三朝古墓的话，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为什么会有三朝古墓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缘由是什么？或许记得在看过先佛的一个训文的时候，先我们这么讲，就是说，刚开始宇宙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我们人啊，我们人都还我们人的灵气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的是由我们的老娘。一团灵光，然后呢，回甘接着是说怎么样，分化出无数颗的一个灵光，这样出来，这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灵性的一个开始。那但是有没有印象，就是说仙佛每次来，就提到我们以前在所谓的无极雨天的时候，就是我们时光进行的时候，是奇的青鸾。画的彩虹这样子，逍遥的在每天这样子摇摇，就是会讲由外向一点，然后我们在每天这样子大家和乐融融的相处，这样子一个情况。那为什么会，然后到时间到的时候呢？就是说，书上这么记载的，就是说，我们在，刚才就让我们在那个地方，就是在一个。池子里面这样子的一个玩耍，但是如果大家都不注意的时候，把我们的衣服、鞋衣跟鞋鞋收走之后，这是我们玩的季节的时候，大家说，奇怪，那我们的衣服跟鞋怎么不见了？那这时候我们才发觉，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一个人世间。那这时候，不觉曾经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会想说，为什么心总会这么的慈？怎么会让我们既然舍不得我们留在留恋在人世间，那为什么要让我们下来？后学后来觉得自己的感受就是说，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我们下来这个环境历练之后呢，再回去，所以这是一个三朝古墓的一个因缘开始。那我们一开始讲到三朝古墓的话，后学先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其实应该是不用调安或也不调。我求不到先请举手一下。好，录取率是100%啊。因为一开始后学是以为，好像还有一些没有求不到先请三。好，那既然是大家都求不到了，那真的是要恭喜各位，因为我们今天也都很好。后学在台中遇到一些学弟啊，他们。从大一刚进来，这样子，然后刚到宿舍的时候，因为后学曾经就是会到各个宿舍去做一些问卷调查，借着一个社团的名义，名字是说，学弟你好，那个学长是什么社什么社，然后要带你去，寒暑假带你去办活动，那按的话就是说希望能够按部闲聊一道就是比较，很重要的学习学术又。带他来认识环境，认识道场这样子。后学发现说，有些学弟会
我们棉花水从小是生长在一个修道的家庭里面，所以我会觉得我们走佛堂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我们进入到情况的时候，后来我那时候也没什么经验，后来深深的体会到，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场的一个好，一个道场的殊胜性，甚至他们会觉得到一个求佛道道说，哎。各位某某大姐，您知道什么叫做三朝五部吗？所以我觉得他回答什么？这位大姐回答：三朝五部。哎，我知道，我知道。结果我就觉得他可是不知道，不知道。三朝的话就是一朝、二朝、三朝。那三朝对，我是说不行，不行。好，好，然后改天有机会。有机会的话，带您来我们法会我们的一个活动来学习。那后学呢？其实一开始来的时候，觉得说，我们为什么会讲到三朝五部？后学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看到书上就是说，我们从我们人刚下来的时候，大家说我们是一个。讲人受念人心，我们的一开始的念是非常的，我们有看过那个流行的这样，当时毛茸茸的这样的状态。但是我第一次非常喜欢的就是我们一开始一下来时候的状况。那后来呢，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些圣经上有讲到提到，就是说上帝赐给我们一切的，除了有血。动物可以吃之外，也可以吸树上的果实，喝清泉。然后呢，天气冷的时候有树叶可以遮蔽身体。一开始这样子，然后再来又觉得，如果我太直接，觉得说我们这样可能会不太适合，所以又派了几位圣人下来教化我们，所以我们才有了一些道德观念、孝悌忠信、仁义智，这些我们一开始下来所带来的八个。珍珠、玛瑙、钻石、天珠什么的，跟其他之类的这些东西。那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哎，我们之间，我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回去非常自然，不能算自然，因为我们觉得心是非常的亲密，大家都是和人都相处在一起，跟任何有限的动物相处在一起，非常 OK， 都是小秘密。但是过了一阵之后，可能是我们吃了一些。效果好，还有不好的气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心慢慢的，我们说清气，清者往上升，浊者就往下掉。那一些气到浊之后开始浊，浊到最后怎么样？当然就慢慢的，有些部分，有些的一个，我们说浅显吧，非常非常浅，里面有一个浅显，那些浅显可能就逐渐都没有办法再回去了。这时候才开始有了一个地主的一个形成，就开始有天上。那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清凉节的开始，因为要开始收了，开始慢慢的做回收，所以我们从清凉节开始，我们看到讲到清凉节开始的话，从除夕是开始，除夕开始的话呢，那时候清凉节，我们上天就派了很多尧舜禹汤公周公。那这个时候呢，然后再过了这阵子之后，再又到了清凉期。那清凉期就是我们所谓的公开期。我们所谓的公开期就是道观师傅。什么叫道观师傅？当时我就说，借着一些比较有德性修养的、比较有声望的，比如说老子、庄子，或者说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说回教的那些那等等之类的一些圣贤心佛来教化。借这个方式来教化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哎，让我们渐渐迷失的那个本心能够找回来。这是弘扬起的部分。那弘扬起一直到我们说弘扬起一开始的话有十八个大节，是包括那个我们在清朝是有一个八国联军，那个时候也是闹得很严重，那也是大节其中之一。然后一直到了中华民国开始创立的时候，再来就中华民国创立就到了我们的。
现在这个时候到白头时到现在这个，就是一开始三朝的一个状况。那再来也知道说，可是我们现在我发现真的是人心，我们为什么我们都会说啊，世间不妙人啊，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收收敛，其实我们不太喜欢讲这个，因为会觉得很悲观，其实不太能讲，因为会让人心情觉得。觉得我好像没什么希望，没什么目的这样。可是后来想一想，为什么先不要讲这个？那我们先讨论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发生？这是后主自己的感受，一个感受。我们一开始的话，因为我们从一开始，然后你刚才提到原本的一个很清明的，我们知道说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样子，所谓的不昧因果这个部分，到现在。变成了是昧于因果，众生为因，众生为果，变成是我们只害怕它的结果，而不害怕我们当初，而不会去仔细的去审慎我们一开始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行动面，比如说我们的行为处事等等之类的。那其实结果就演变成我们只害怕说结果掉在自己身上。所以佛经上面提到说，众生是否可以分成十个种类，有些众生呢。听到那个鞭子哈，被法律成为那个马或是骡子，我们有鞭子上面抽的时候，听到声啪这个声音的时候，惊了会怕，惊了就赶快跑，就要可能开始拉着车子开始走。那有些动物呢，有些比较在中等更新的一些马或骡子，必须要皮鞭打在身上，一碰很痛的时候，才开始懂要走。那再往下一点呢，就是说，那个鞭子要抽到那个皮破血的这样子哦，才会说啊，我要走快一点，不行，不然会被打得惨。一般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心魔才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时候可以到了，我们必须为了我们以前所犯下的这个因，累积下来这个因哦，然后来偿还。因为我们那个业啊，有因就有果，这个就是我俗称的那个业。那业是可以消灭的吗？不管你神通再怎么，像我们说，目前神通第一嘛，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消除了一些业，它就本身要它就是生业，它不是要那个要画一些食物在下面受苦的母亲吃，结果一食物一送到嘴边的时候，化成了碳，神通。是神当时在教我们佛大师那时候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理解他是神通第一的，然后晚了，但结果他还是没有办法突破这个一人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仙佛他有没有办法帮我们把这个业化掉？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自己来承受。那我们要，那一般我们都想承受吗？或许真的是不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借着这个求道的这个方式，这个是。来，让我们能够说先带业回去。有些会说，为什么为什么赚到的弟子可以就是带业回去？然后我们明明有做这些事情啊，为什么你可以，我就不可以？这样不公平嘛，对不对？那其实我们不是每次都会讲说天恩师德，天恩师德。我们除了感谢仙佛对我们的慈悲之外，我们会真正去想过说天恩师德到底是什么？后学真的是最近，因为后学也是很比较偏差的，但最近才感受到说什么叫做天师的，真的是我们为什么听到一起能够半天多一天能够这样子就回去的，真的是因为仙佛慈悲。如果说我们说传道说是怎么样，天榜挂号，挂号地府抽出来，那我们天榜挂号之后再怎么差。最差最差也是，除非被勾出天盘，否则再怎么差也是在天牢。天牢，在天牢这个部分。然后呢，我们也不是受到业力的折磨，而是仙佛的慈悲，就借着他慈悲，然后把那个借着仙佛的愿力，把我们周遭环境换成是地狱的一个景象。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为什么说有些浅显啊，所以你说到，然后一些来介绍说，还是他仍然是在
他呢就是说他仍然说他自己是在地府里面受刑，但是在地府里面受刑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就像我刚才讲，就是听到黑子的声音，对，我可以讲是幻象吧，也可以说是一种幻觉，因为他听到那我们电子声音的时候，就把它比喻成是在地府里面受罪，其实他是可能并不是在地府里面受罪，而是在天堂。那天堂，那我只能先让想象，就是先投胎接他的业力，让我们都不要受到自己所造成的这个业的动荡是这样子。我们说是什么？要被打地，借着这个让这个业来打我们，而是借着先我的愿力，把那个一些受苦的情形化成一个感受，让我们重新一切很畅的。所以我们可以发觉说，为什么会有些道场，或者说有些道场的一些法会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些用意的人啊来这样？然后如果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如果是他本身来就是开始善的话，很有可能他本身就是在这个天堂部分，然后先不是借感化，让他从大乘心里面来这个修慧，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的一个方式来从内心讲话。那如果来呢，就是说低头善法这样子说某某某谁欠我谁欠我这样子的部分的话，有可能就是说他是因为我们说越折磨的话，心会不会越恨，或者越很痛啊，或者越恨，所以他来到这边时候会更怨恨当初让他这样子的那个情形。那讲到最后又想到一个有显化的一个部分，或许以前在台中道场的时候听过有听众们讲，就是说有一次开法会的时候，然后法会在我一般法会是三天嘛，他是在八月初的一个法会，一般法会是三天，然后到了不知道是第几天的晚上傍晚的时候，这时候三彩是昏到，不知道昏到什么样，突然间原来是三个上到一个昏到，披头散发跑进来，这样子呜这样子笑一笑，或者不笑，我都会觉得想笑，就这样子进来，然后开始就是他要跑，他要找钱去追跑这样子，他说原来是看到这个这个就是他联系的时候的状况，他就跟这位前妻说：“请问主尊，那请问您来有什么事吗？”那我就觉得这位客人说：“那是药草，对不对？”那我们就说：“那请问一下，您是要跟哪位前妻做沟通？”那这位病人呢？这位。大说，所以他说他要找，他很怨啊，他很恨啊，他要找这个人呢，是一个昏道。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很紧张嘛，对不对？那时候大家听到是昏道，一听到是昏道的时候，前道夫说，哦，就没事了。这时候昏道一听到是昏道，不做了，然后我就很低，都不敢看，怕被认出来，因为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那这时候，原师又说啊，您这位大兄，您认出来了吗？那这位大兄说，我找这个他以前是昏道，但现在变成前道。结果这时候转成前道，是不是放松的？一听到这样子，反而是变成另外一个两极的一个局面。这时候他就也是做了一头也来了，他昏道就在那边。我肩膀这样，这样在不舒服，然后后来继续怎么样，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后来知道，就是说仙佛界的这个仙佛计划也有，老师基本老师画也有，就是一直也是一直在开导之前的劝导，说如何解啊，如何解三。那其实我们都想说，我们自己遇到一些状况是不是？真心在存在，其实或许真的有受到一些，比如说，我们讲说是以前的几位好朋友、好兄弟的一些相处吧，真是要感谢仙佛慈悲啊，要感
期末学那时候一直在想，有时候曾经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为什么我这么倒霉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后来想到，其实如果站在他们立场来讲，其实他们又何尝想要会一直的跟在我的身边？他自己也是不愿意的，因为如果他没有，我们说要回去的话，是不是要了无挂，要了多说有因果？他们也不愿意啊。但是他们因为没有办法了结嘛，所以他们必须要跟啊。他们就算不愿意，但是还是会被欺负。那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子啊。那他们的情况为什么尊重？反正就是因为后学。那如果后学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回去，如果没有办法帮助他们的话，那难怪他们要怨嘛。那我们就被怨的怨不可这样子。这是题外话。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讲到要怎么样，就是我们的那个三招服务的一个方法。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司马光？司马光就是那个他的好朋友叫做念，然后他就拿他是好兄弟的队过去吃完过之后，想跟队友出来这样。有听过吗？司马光他是宋朝的一个名相，一个宋朝很有名的宰相。那他本身因为也是做很多对国家社会有贡献的事情，所以也是被成为替天仙享受香。然后在我也看的那个是一本，那是一本书这样写的，那本书是书名是《祖师师之师母略传》，不知道看过。那一本书这么写，就是说，当初在民国28年，在大陆的时候，那时候师母还在，师尊也还在。然后那时候，花一组的一个海盗船。他喜欢讲道场，我讲道场太好，有点贼的样子。为什么这样子？因为讲道场本身就写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就是说，他说一开始在学道的时候，想说，我们渡了那么多的朋友，渡了那么多的一个人啊，也不见得有几个人都真正的解到。10个，不见得10个都可以成道去。但是如果我们渡了一个七天仙，因为他本身也在修行，他一求道之后，是不是立刻就可以回去那个人间了？那这样不是道理，很划算啊！所以那时候很大胆，那时候就，而且那时候因为那一阵子，那时候本来就是有很多。那时候因为关系开始嘛，很多七天仙，我们能够求到的有这个机会的，赶快都要来求到。所以那时候常常法会的时候，都会有七天仙来，希望说能够结个缘，看有缘能够都来求到。那时候刚好参道长他在那一阵子，在民国十八年的时候，在好正月十几号、16号左右，或者是这个中暑正月初的时候，刚好司马光这位。今天那些来结缘，希望说能够有道心能够跟他来讲道。那这时候韩道长觉得极不可思议，极不可思议。这时候韩道长他就表示说，跟那个一个胡道长禀报说，他想要渡这位七天大仙。那胡道长你知道吧？那一直拖到了隔年，就是也就是民国29年的时候，那个韩道长跟吴道长他要去济南去拜师，去济南那时候大陆就请他拜师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呢，那时候刚就是要开始要让齐天大仙来求道，那我们看到讲义上不是说齐天大仙要来求道要怎样，要由南极仙翁担保。然后还要引导师练丹道，还要借用文窍，然后呢还要引导师拜住功德会。然后这时候南极师母啊就说师母要请示南极仙翁，那南极仙翁就领导，然后就说，那你
就跟韩道长说，你如果这一个哈有爱哦，情或可居，因为这个是宋朝名相很有名啊，情或可居，所以呢要万两黄金哦，三万两黄金。师母一听，那好可怜，开玩笑啊！师母就说：“仙翁您别开玩笑，您好别开玩笑，怎么可能？可不可以大折？开始杀价了，开始杀价。”仙翁说：“哦，好啊，那不然就算一千嘛，或者不知道说那时候一千换算折现换算一下，或者说怎么样，是一个宗旨是怎么样？对，但是开始杀价说一千。”那师傅就说，可是这位道长，那位道长他还有家庭，那个道长才刚求道学道，他还有家庭啊，还有子女要养啊。他在这时候刚到他的，也知道，如果说一下子要拿出个几百万、几十万，这个可能有点困难这样子。于是师傅就帮道长求情，都可以打个折，再杀一次价，再杀一点点，都给八百就好了，再打个八折，他们说：“哦，不行不行，你这个真的是很不错，你如果这个先生那边不错，而且就像你刚才的期货格局嘛，这个价钱哦，就是可以再更加再议价。你其实或许你从那边，如果是看那本书，或许你有想过还有这个，还有这种事情哦。那先生坚决嘛，因为老板那个。”卖房那个卖家说不行啊，那买家只好说好吧，那就一千，因为韩道长那本身也是开工厂，他本身在那时候其实也算不错，家境算不错，开纺织厂，然后生意就不错，然后一千可以，这都顺利的过了司马光这个档期，所以我们在看到要入河和新斗祭天出现的时候。我们明白说，那时候真的是我们讲说白羊起啊，刚开始的，因为那时候也是算是中华民国初年，至少跟现在比较起来算初年，大家都要来求道。那七天仙他没有肉体，他要怎么求道？或许曾经有听过七天仙介绍说，哇，他真的是很羡慕各位，非常羡慕我们，我们有这个肉体啊，可以求道。那时候七天那时候都有什么方式？妈祖，代理妈祖，他说，他就说我们呢，代理妈祖他也是，随后也是他也讲，他说，我们这样子打光助道，我们这样子暗中播种，那跟在座的各位这样子去成全一些亲戚朋友，去成全其他人，其实也没有两样啊，也没有两样，那为什么？你可以得到，那我不可以求到。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求到四大，其中两方，两个我们先来。我们现在有这个肉体，其实七天仙他们真的是非常羡慕。那或许，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教化菩萨？教化菩萨，教化菩萨在哪里？有听过吗？教化菩萨就是我们的以前的肉体。
在物质观之后，有刚才提到的思想光、思想大学，还有人格、人格思想大学。如果你现在有这种方法，那再来我们就想到下面的一个过程，我们的一个下。下度忧郁，那我们度忧郁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怎样？一个是子孙操盘，那第二个呢？自行前往，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自己来说的，后面等一下会讲举几个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子孙操盘怎么样？曾经有一个道亲，他姓这个字，一个道亲。然后呢，他也是符合我们刚才我们讲义上面所写的，就是要超拔的怎么样？必须第一个修道有德，第二个心口，并且第三个持勤加求道，才有这个资格来超拔不成的父子。那这位。这位先生，这位道亲呢，他本身就是有做这些，所以他要来超拔他的一个爸爸。他爸爸是外省人，在毛泽东时期、文革时期被那个和平活的，就这样被打死。然后他哥哥呢，他哥哥是一个机房，就是那这时候呢，因为这位先生啊，他要他哥哥一起来，然后想要一起超拔他的爸爸，想要一起他哥哥也求到说能超拔他爸爸。那他因为他哥哥是有跟金童的关系嘛，所以他不会，因为他自己对跟金童接触、跟金童接触啊，金童物体啊，所以他觉得 OK， 他没有求到，而且他那时候也不知道求到是什么玩意儿这样子。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在求道仪式刚开始的时候，然后他那位哥哥是在外面等候。这时候他哥哥，因为他哥哥是看得到的，之后看到他爸爸这样子破破烂身，衣服是破破烂这样进来，因为是被殴打，所以身上都流血这样子，然后进来。然后他哥哥看到他爸爸，哇，很高兴，就这样握手这样子，哇，握着这位讲师的手，然后这位讲师应该要把握的手甩掉，那他爸爸就这样子。就走进佛堂里面，然后过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仪式结束之后，这时候突然间出来了一位穿着很洁白衣服的一个长者，然后面貌很怎样，很和善，很温和这样子，就是那个刚才说他就那位先生的爸爸。他哥哥看到，哎，阿奶出来前呢，还比以前呢出来呢。超级迷你啊，是个变装秀啊，那出来之后跟他不一样。这样子他哥才知道，哇，这个真的是形象绝超。而且他哥哥在看到，在求道那刹那，不是我们要念经，还有诸天仙佛或是附近的一些祭天仙都来护持，金光闪闪，并辉煌，所有的万圣诸佛都降临到那个佛堂里面，所以我觉得。第二生还这样讲，就是说，我们以后如果在办道仪式的时候啊，不要随便乱走动，因为走动的话，是不是仙佛要避开我们？我们要避来避去的。那你一个人走，搞不好后面一排就全部散开这样。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就尽量说，站的比较，因为诸天仙佛还有附近的齐天大仙都在附近护持，都在附近护持。那所以这个哥哥不求他，你求到。那再来就是再讲到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我们在台，再来就讲到我们自己求到的一个部分。我们在台中道场有一位哦对，有一位那个在民国74年啊。在那个斗六重修盘，那个是发音的斗六重修盘。然后那
时候呢，有一位那个刘典医师，那刘典医师他也是那时候在法会，然后也是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就是一个亡魂来接下，那亡魂这亡魂不是别人的，是刘典医师他前辈子的父亲，前辈子的父亲。那因为刘典医师他本身牺牲奉献在到达这个时期。所以他就表示的前世的父亲，我们讲说这辈子的父亲要求到他前世的父亲也可以来求到，前世的父亲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来求到的时候，那因为也没有问题，所以要借着台南的一位讲师，那时候八一九三的一位讲师，跟这位刘老师的爸爸，跟这位刘老师前世的爸爸有姻缘。这边很复杂，有时候就不是很懂。那因为或许那时候有看过照片，但是或许那张照片是古时的，或许会有点意思的这样子。所以然后也是把那时候看到状况跟大家描述一下。那时候就是那个坤道讲师让亡魂借着他身体来求道，跪在那边，所以亡魂的表情是怎么样？是一直哭的。是喜极而泣的那种哭，因为他，我可以那时候，其实你如果我看到照片的话，你就可以感受到，就是说，那我就是那种表情，就像是曾经经历过沧桑这样子，是我心里折磨。那今天因为这个三草开始普渡，对，那百年是难得遇到一个机会，今天他终于可以解脱，这我不许我形容，这种。这种快乐，这种那种高兴，真的是让一个人能够喜极而泣，而且让他的表情能够那么的生动这样。所以这是我们说要度我们的七天生，看我们的那个亡魂求道的状况。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一个人潮，我们人潮其实这个部分的话，是或许知道大家应该听过很多的例子。那或者就举一个。也可以勉励，都可以勉励自己。或许曾经有说自己修的，那上来有一天回去的时候怎么办？那或者就有时候就会想到，就是说在台中道场，台中道场有一位，因为或许在台中，所以台中道场跟基督徒很熟。台中道场有一位实修真君，大家有听过实修真君？各位知道石油真君是什么时候走到的吗？三十多，应该荒芜没有比他还要大。那位石油真君是在五六十岁的时候求道，五六十岁的时候求道，我们说五六十岁求道，然后他短短的十年，几不可能到十年，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就可以从。心到心，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做到一个大心。各位当时怎么做吗？他一开始求道的时候，求道之后很高兴啊，法喜充满。二六十中，他真的是二六十中实时的到所自己的一个诚心道场。他为了要度人求道，一个六十岁的阿公去拜托人家让他教给他，让他教给他，然后接着上。就这样子，然后更而且有时候就是到了更是年纪那么大的或者是身体到我们就是台湾，那时候或许经过一个讲师这样描述，就是说那时候陈君他这样子嘛，他这样子一个人就年纪大了，身体方面都好，那他居然比年轻的六年轻的还要拼命，早上。很早就起床，到晚上大多数人还没休息，每天哦，没有间断，每天都是这样子。他说有些讲师看过去就跟这位讲师说：“你是你年纪这么大了，因为那时候其实他已经很快就离开了。你年纪这么大了，你们要不要去？有些事情你可以要做，就让我去做。”他说：“你说，他说起步就比较慢。”那是不是要抽的？所以那就是抱着一种心态，
这样子回去的时候，然后我妈直接就说，那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那或许这时候要想到，就是说，会突然想到，就是各位如果会有时候在道场上面到底去谁是他，不是很。我很相信我神话，我可以去跟他分享。在一开始，在十几二十年前，那时候刚开始大法开始轰炸的时候，有一次的法会，老师就问他，然后老师就问他，就跟大家说：“既然生死安知，那你们就是来了，就不要在那边不停的想，然后对过去要逐渐逐渐。”要尊敬，要谦虚，不然最后我自己怎么？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这时候讲了之后，有一位班友，那班友姓林，我目前叫他林兄，因为是前辈后辈。那位林兄呢，他就是听我讲之后，他讲说，他就这样子走出去，有次去上厕所啊，去喝水，去休息之类的，然后过一天进来。那这时候呢，刚进来的时候，然后就那时候我是晚上大概晚上起床，这时候那个林兄怎么样？他进来的时候，过一阵之后，突然间，那林兄就开始就是翻滚，就是缓缓痛苦这样子，然后舌头往外出来，然后牙齿上下要上下要合起来，明白意思吗？就是要咬下去，对不对？那时候刚好有一位林姐来知道。他看到哇，这情况不对啊，赶快叫我给你拿起来。然后现在这个小镇毛巾把它绑起来之后，然后嘴巴一塞，因为他咬到舌头，塞进去，然后塞进去就不能咬，对不对？这时候然后林兄他就不能咬了，不能咬怎么样？他舌头就死磨死死的地方，这样砰砰砰这样子很大声，他都吓到了。然后这时候老师就过来。然后就怎么样，就拿一杯贡茶，然后呢，拿着那个八卦鱼，香喷洒一点，然后喝一口，喷过去就吐出来之后洒在那个李兄身上，这时候李兄就稍微缓和一点，但是没有走哦，你们知道是什么状况吗？没有走。那时候林青蛙的话呢，就是说，他知道这不可以啊，他知道说他不可以咬下去啊。他知道撞会痛啊，因为撞到流血嘛，会痛啊。但是他就是控制不了。各位想想看，是那种力量大，还是自己的力量大？那种力量，如果真的要让你这样子的话，是力量很大。那结果先我就帮他弄完之后，就揉顺许多，揉许多。然后这时候呢，先我就问班里说。大家如果是在座各位要不要去吗？要，对不对？当然是要。那所以，关老师就说：“好，那既然要救的话，大家跟老母三仙过去，一起向老母求老母慈悲，我们互不三仙过去，或许可以，其实不简单。”那大家后来三仙过去，哎，很快哦，三仙过去后，你说你说你好，你说你好，之后。再不用了，所以其实那老师就跟那位女生说：“年轻人怎么样？”跟年轻人说：“年轻人啊，要相信自己，他选择你，并且说他想的话，又怎么样？有始有止，起起回头；休止休止，起起回头；休与不休，一念之间。”然后呢，不迷迷路也是一念之间。这句话很容易成为灵修。那其实我们可以真实化，比如说先佛经的慈悲，能讲几个故事吗？因为或许觉得有些时候，我都要讲几个神话故事，大家才能够接受。大家有没有听过龙天养？你老知道吗？
那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讲师叫做徐云强老师？人天表示一下，那个很不巧的也是发一直的一个大师，也是在台中，在嘉义，在嘉义。然后那位徐老师呢？那徐老师他本身是一个，他本身有在帮他看病，但是他不是任何的医学院毕业的，他为什么？帮他帮助徐老师，让徐老师帮助人家治病。那这个徐老师他已经很特殊，他一出生下来的时候他就不能吃肉，他一吃肉就开始吐。然后呢，那因为这样子的话，那他妈妈就很多话，那太有情嘛，然后就让徐老师的一个亲戚，那亲戚他家本身有多少，不是多少是多少。然后那星期他本身也在实战嘛，跟那星期的不一样，因为只是需要短方便。然后有一次徐老师在他两岁的时候，不是三岁的时候是会讲话嘛，有一次发烧生病，那这时候那个他的亲戚啊，推着一台娃娃车的行李，推台娃娃车出去，忙着要出去上山这样。然后那时候呢，徐老师那时候会讲话嘛，然后他就描述，他那时候就看到。福禄寿三位大仙在他有时候旁边对他笑，然后徐老师不知道为什么开始笑，就让自己笑一笑，反正就那时候现场就一直在笑的那种。那时候呢，那个福禄寿三仙啊，就给他就摸了几下，说哎，没有退烧了。那位徐老师他就问他的婶婶吧，问他的姑姑，他的亲戚，那位台湾男生说：“哎，我们家这个婶婶好像……哎，阿舅，你到看到古话有三个老黄飘，就是三位老，这个老伯伯，三个老阿公在旁边这样子，那当面看到，那这是一个例子。那之后又过了。”甚至之后，徐老师那时候五六岁会跑回家。徐老师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城隍庙、地公庙。然后他，因为徐老师他本身的话就是说，看到大家都在拜，大家都在跪，然后他也在跟着拜跟着跪。然后呢，第一次他去城隍庙跟着跪的时候，跟着拜的时候，他看到左右两个护法通通站起来，叫他不要再跪了。叫他不要再跪了，因为他说：“新君，您不要再跪了，那个承受不起。”然后他说：“听不懂。”然后说：“不行啊，那大家都要跪，为什么不跪？大家都要跪，为什么不拜？要站起来拜，怎么办？”然后就这样子到了，然后后来就好像，然后再过了几岁、十几岁的时候，就像是他发觉他的可以自由的出入，所以他就常常怎么样，到下面去。去爬山，去走一走去，所以他跟下面的几位，比如说判官啊，几位那些我们常常听过那些校长都不错。那所以呢，有一次啊，刚好我们说徐讲师，他到下面去拜访亲朋好友的时候，然后他就这时候刚好，这时候那位我们说联络网，是不是要说就真的、哦？跟他说，这位他说，哎，你等一下，虽然今天你来我很高兴，但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必须做。所以阎王就一关紧急到外面去，然后上面就下来一张很大很大的一张金光闪闪的，大家知道什么东西吗？金光闪闪的东西，然后下来就接着，然后上面的名字从身体部上划掉，就我说的天宝挂号。把它放掉。那徐老师看到他说：“哎，那把它放掉，是不是代表说他以后不用来这边？”因为徐老师也知道说弟弟是正常人，不会想去的。好，所以他也不想去。他说：“哎，那怎么样？我们交情很好，是不是可以把它放掉？我们交情可以乱干把它抹掉，可以吗？不可以，我还能失业去，交情怎么办？啊，哥，你够意思。”那你必须要那张表上面，那张很大很大一张金光闪闪的表上面有你的名字，
那徐老师就说，那是什么东西？他说一览无的哈，一览无的的那个东西。那后来徐老师回去后开始找，他就开始找，他想说道，既然是道的话，那我们按照我们逻辑去推的话，我爱就是佛教换成道观，所以呢，徐老师年纪小小的，很有佛缘。他那时候把整个就常常去拜访那个寺庙的那些住持啊，或是道观的那些寺庙住持，就跟他们说：“哎，你有个我当讲你有些东西，别当人类，那怎么可能？但是那些佛教和道教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听过什么叫做人，根本没有听过什么叫做。”对，让你解决，让你布施一点功德费，这样子就可以求到，都就迷过了。所以他找了，一共找了几年，各位知道吗？他一共找了18年，找了18年。我们说你需要求到的时候，不是都是国家派很厉害的人吗？结果徐讲是他自己来找到的。那每次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因为徐讲说他年纪很大。就看到后面那些的话，那时候在民国大概30年，那时候是几年之后，嘉义那一带不是都开始就是晚上很靠的月光，像那时候二哥大人看过去，那时候只有月光，大概是这样子。那时候就徐老师，那时候就去访问一间佛教的寺庙的话，那些居士跟他说：“啊，这个我能不能留下来？因为山地不好走，而且它会有危险。”那徐老师说没关系啊，你们的那个会有人来带我回去。那时候大家都不懂。那后来徐老师说，每次啊，他只要晚上去走的时候，附近的善神自己都或是自己师兄都会自己出来帮带路，然后安安全全的去的，因为好不好？非常好。那直到那个徐老师他当兵退伍的案例。那时候好像有一天晚上，我学长师问一下，有没有听过什么棒球队叫做七五队的名字？有听过吗？那是已经死多久？34，34。那时候如果徐讲师那时候是二十出头的话，他现在知道是几岁？我数不清楚。那时候七五队好像蛮有名的，那徐讲师就跟他朋友说：“哎。”因为那时候好像棒球比赛都是在楼上才有，也就是凌晨。他说：“那我先去睡一下，那时间到再报叫醒，看棒球比赛。”那徐老师那时候就睡啊，睡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觉得，哎，他的那个回答就出去了。他出去的时候，他就自己就不知道怎么走的，就走到一个地方，那地方很亮，非常的漂亮。然后他就很走的时候，然后看到有6位小生。对他说：“师兄，你回来了，好久不见，怎么一下子你就变成一个样子这样子？”然后就很懵懂，说：“哦，还有站不进去。”然后第二位小朋友跟他说：“真君啊，真君在里面等你。”不懂，对不懂？那时候就看，然后就进去之后，然后就看到中间坐。上面坐了一个人，然后很亮，那个很亮，然后看到他，说：“哎，你回来了！”就是一笑，哈哈大笑，这样很高兴的样子。那徐老师看他，哎，好像不由自主的内心也很高兴，也是跟他一起笑，笑他说：“不行。”他醒了之后，徐老师不以为意嘛，他不知道说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其实都知道徐老师是什么，他本身就是太阳星君。那边的下雨，所以他就没看。那又再过了一阵子之后，过几年之后，有一次有一个朋友，那朋友本身是花一组的一个道心，然后那位道心呢，知道那个实验室发生一个，就跟禅道长禀报，然后长就说，那因为那时候徐小平他本身就是说很难过。他说求到的对，可是又很难过，因为徐老师他觉得你这
个道心现在是我真的不是不是我道心，然后那那个道心就禀报那个韩道长，韩道长他那时候就说没关系，你带他来，我给他一个东西看，他自己就会喜欢。然后那位道心就把那个取暖师带来，然后韩道长就把表来看，说取暖师说哇，我找了二十几年，我总算找到了。一个学校，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宿舍。那再来就是后者及其实我们经历的例子，大家先把这个照片传到他的那个单传页。这一位。这位讲师啊，会讲那些话，放心的去干。算讲师就会化解我很多的话，因为要解的话，然后大家应该也不会不担心。那算讲师他本身就是他目前是在那个台中技术学院的一个老师，在那边当。那范讲师他或许就是算是跟他有碰过面吧，大家可以多看照片，可以仔细看一下他的胡子上那条疤，或许还在讲一下，那个特殊。那范讲师他也是求完到时候啊，好像听说到目前已经住了数百个胡子到，那他很发心很发心，所以他本身先口就是。我会帮他补充，那就是有一次，那时候换了一个单位，那会说，那时候，那时候他，那时候他，那时候他，Yeah.